欢迎各位莅临安全回家优特达职安宣导记者会。优特达一直致力于学校职前安全的教育与宣导，我们同时也落实了企业的社会责任，在 COVID-19 爆发的时候就大量捐赠了防护衣给第一线的人员。2020年，全球正式认识了防护衣这三个字，前线人员在面对看不见的敌人病毒血疫时，穿着着优特达的防护衣执行任务。我们横跨了45个国家，与超过1亿5000名的前线英雄并肩作战。身为身体的防护专家，优特达坚信我们有责任，我们也有能力，透过教育宣导的方式来推广这个职安的观念。我们这个身体的防护不是只有要防护自己而已，事实上如果防护不当，那可能影响的是你的家人，最亲爱的这些周遭一起生活的小朋友啊，无论有多么好的产品，但是不知道正确的使用，事实上它这个产品的效能就会大打折扣。所以我们台湾有这样子一个好的产品，好的公司，需要大家共同来支持。这样的材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的知识的一个体验，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跟我们优特达公司也继续可以合作，让我们在知道怎么使用以外，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些特殊的防护的材质。假如说能够让学生可以有机会在课堂上面了解知道这个，或者甚至有穿过的经验，是多好啊！他们就一口答应了，还带着防护衣来，然后给我们上课，然后让学生们穿，就是学生非常感动，然后也是学生学习还蛮多的。要先把国外的技术规范引进来，然后把检测标准建立，甚至于我们可能有一个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测试仓，可以来做这些数据。发展药物这一块，其实本来就很需要很多基础研究。那在做这些基础研究的同时，就不免第一线去接触这些病原菌或微生物，所以一个很安全的防护是非常重要的。或许你不曾想象过，化学液体、有害粉尘、病毒、血液充斥着我们日常的工作环境。来吧，选择合适的防护衣，我们准备着装出发。我们横跨45个国家，与超过1亿5000万位前线英雄并肩作战，勇者无惧。